何谓安乐？所谓安乐，当然指身心都能够安乐。我们大家都知道，众生有四大地水火风和合的这个身体，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身体法夫上面的问题，也就是生理的健康方向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们众生之所以叫众生，皆是因为有五蕴，五蕴呢基本上是属于心的问题，所以要身心都安乐，身无危险为安，心无忧恼为乐。所以要身心安乐，就必须完全的遵照诸佛这个毕竟成就解脱告诉我们的法门，我们跟着这样去做，跟着这样去学习，自然能够得安乐。佛法最殊胜的地方，并不是他的知见告诉我们讯息，佛法最殊胜的地方是你照着做，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如果我们只听听而不照着做，那么就跟所有世界上看看什么故事片呢，听听什么东西呀，来个知见比较齐全，知识各方面的意见比较高超，这个没有什么，那这聪明的人就办得到。所以佛法最珍贵的地方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自己。就像世尊一直在讲，身心身心，我们众生执持的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四大假合的身为我，所以这个身放不下。佛告诉我们，修行者他如何正确的在身啊，就是行住坐卧当中，如何持自己可以慢慢接受的一个戒律，如何放舍，把这个心啊，这个心来掌管这个身，不要被这个身的欲望所掌握。所以在身心身心的修持上面，因为众生都在混乱当中，所以佛在告诉我们身心的修持法，所以首先要让这个身体不再错乱，所以戒讲在前面，戒讲到前面，当你的身体不再做很多杀戮的行为，所谓这些比较严重的有后遗症的这些业障无间罪，没有恶业的果报的状态，你的心也不会根据逆境而浮动太多。在凡夫次第来讲，身上面要一种平稳的状态，那么这个心就不会跟着而浮动。在心能够不被身所转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心还有透过非常非常多的办法让我们进入这样的无为 无漏的定。当这个从有为的方法的学习，一直到体会到如何清净现前而进入无为当中，这个时候身心自然安泰，这种状态就是安乐的现象。但是安乐的现象是一个凡夫最希望达到的第一个阶层，之后呢还有开发呀，还有开发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清净觉性，开发我们的自己的智慧。那这个智慧现前，哎呀，就不一样了，生命就不是在一种茫然的状态，是一种清朗的状态。清朗的状态如何再回头圆满所有过去生过去世做错的事情，它有一个基础，你必须去承认跟负担的部分。但是那个时候来看这些过去的业障，不叫业障，它本身就是个自我意愿现前，那是我应该承认的，也是我有意愿这样去做的，统合在自己的愿力当中，结构而合而为一，一部分是我本来就应该去圆满的，一部分是无缘众生，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没有所谓关系法的众生，我依然有这样的愿力，而这样度脱他，如佛告诉我的办法，我把这一套我学会了这个 copy 下去，弘扬下去，
说出来，这里面的坎坷怎么走的过程，我都愿意在跟我同时代，跟我同一个时间，愿意听进去的众生，给予他一些肯定的讯息。所以这个修持上面，你照着做有答案。当你有答案的时候，你所谓要告诉众生的话，你所谓要提携他的，就铿锵有力。因为那是经验值。所以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难道不懂吗？他当然懂。但是透过世尊再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更为肯定，大家也能够明了他耳后的修行原理原则如此如此一般。那世尊呢，因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这请法，所以呢他说，汝今谛听善极善思维，当为汝说，你呀想要帮助这个相法时候的有情，所谓这个有情就是有情事的生物，所以有情事的生物就是他能思维，他有五蕴，有情绪，有情感，这样的众生，这里包括人类、诸天、恶鬼、畜生、阿修罗，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心思啊，有这样的就叫有情众生。有情众生都有他个别的一种感触，虽然我们不是那条狗，可是那个狗它有它的情感，它有它的想法。我们可能不是恶鬼，可是非常可能，如果我们自己在生命的转换过程，当然也有可能还是处在那样子的状态。而是不是这些都可以有性灵，有这个佛性可以发展出来呢？答案是的。就像世尊在讲。世尊在讲六道的众生，佛的发愿它不是度脱一道众生，它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众生皆度尽了，它是二十五种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二十五种生命形态的众生它都发愿度尽。那讲到如果是我们以众生轮回的相状来讲，是六道群迷。所以呢，文殊菩萨希望世尊来说一说，然后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能听。汝今谛听，谛听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谛听？如果这个态度就是听法的态度错了，那就是听故事。那如果听法的态度是对的，从内心里明白的听闻佛法，纳受，他不是抗拒。很多人听经闻法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对三宝的不恭敬心，或者是说在听法时候自己起知见，这个都不称为谛听。所谓的谛听是你听佛所说的这些法的时候，你要内心真实的纳受它，接受它。有些东西可能跟我们世俗的价值观还不是一致的，因为我们世俗价值观是所谓颠倒众生，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颠倒。当我们知道自己是颠倒的时候，那就好办多了，因为你自然会去接受这样的概念。所以开始从心中很明白，我在听闻这个，我要用最客观跟恭敬的心把它纳受进来。至于我要证明它可以，佛是允许我们去检核它的。佛并不是说你所有我说的话你都不可以反驳，他是可以的。他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你可以去证明他。你如果看不懂因果，你如果不愿意相信，佛不会强迫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去证明他。但我们不用排斥，我们可以客观的保留。那这个时候心里明白了听闻佛法，极善思维，你要思考真实的道理，这叫正思维。如果一偏差不如理作意，那叫邪思维。邪思维的时候出来的东西都一样是世俗杂染的我知我见。那这个地方就是佛在赞许文殊菩萨的慈悲。那上一次我们了解慈悲，现在我们来了解，上次有补充慈悲十二力嘛，那现在了解一个大悲的意思。所谓大悲，乃源于三界一切有情而起，为佛之世俗智。
就是佛呢，他在世俗的现象中也有产生这样的一种慈悲的相状来度脱众生。那这个慈悲里面有这个大悲，大慈大悲里面有五种意涵。第一种叫资粮大，乃以大福德智慧之资粮而承办者。这个意思是说，你过去累积真正你有的能力够，你累积的经验够，你累积的福德能力智慧资粮够，所以你办得到。我们为什么讲话有些时候人家不可能相信，没德行啊？为什么有人能以德服？有的人你在那边一直讲，讲得头头是道，人家嫌聒噪。这个就是资粮不够。资粮道这个东西，它不可能由别人拨给我，或是我因为口才很好而增加。这个是生生世世真实去行持而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那是无形的一股不可改变的东西。这个是大福德跟智慧的资粮而承办。人说哦，大祖大祖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千处祈求千处应，可以分身无量？因为他的心变一切，因为他的资粮他的智慧都够。所以我们这里对大悲两个字常常呢，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念了那金刚丹，其实我们真正要看佛菩萨毕竟成就的功德，非我们言辞所能够表达，非心思口意。那第二个叫形象大，此力能于三苦之境做拔苦之形象，也就是真实能拔众生之苦。我们众生呢，这个三苦有苦苦、行苦、坏苦，这在这里不再做解释。那在这个苦之境呢，众生有极大的困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入他的心，我们不能相应的用正确的办法帮助他产生自我的力量跟自我的智慧去消除自己的苦。如果没办法的时候，这个大慈大悲啊，大成就者佛菩萨才有这个能力，他能够让众生念其圣号，那个心就自然能安静下来。那在观看，在观想佛菩萨的这种慈眼视众生万德庄严之法相的时候，他也能够得到一种宁静的力量。这个就是形象大，因为他过去生过去是真的做拔苦，真的在帮助众生，在帮他离苦得乐，给他言语上的，给他物资上的，给他精神上的。所以我们布施里面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过去生过去世所真实修行，真实在众生中所累积出来，这个形象大。所以大悲不是我们随便可以用的。我们如果偶尔碰上一个没有坏心眼儿的小慈悲，或是有动念要发起帮助众生当下的那个无为的慈悲，还不堪称之为大悲，因为我们不耐久，我们不持续，我们不平等，对不对？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越读的时候越要了解佛菩萨他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就有那个方向感了，我们就有那个内容，哎，我应该如何来修正我自己。这个强迫不得，没有人可以给，而是由自己自发的里面产生出来的。第三叫所缘大，以三界之有情为所缘，也就是你真正要度化众生呢，它是没有设定、没有情感因素的关系法。所缘大，只要没有解脱的众生，你都有意愿，你都有意愿。只要众生现前，纵使是一只老鼠，你都有意愿；纵使是个鬼魂，
你都 不恐惧，纵使是所谓的天人，纵使是所谓的这个阿修罗，你在这上面都不是要排挤他，你都用最大的最大最柔和平等一致的这个心啊，希望他离苦得乐，希望他更好，我们那个祝福的心，我们那个意愿不能够在众生里面有所差异，这样才叫大悲。我心里就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然后回想起不懂事，没有亲近佛法学佛的时候，哦，看着路上啊，政府公告，政府不是公告那个清洁吗？喷那个杀虫剂啊，喷了之后是不是蟑螂乱窜？会拍手叫好，真的曾经发生过，会拍手叫好，吼，有我一喷的，弄脏脏出来啊，吼，拿命令的灾，弄个跳跳动。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一念过呢？承认是。修行我们不是出生的时候，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会这么善良，没有。但是在自己想说吼，你弄脏脏出来啊，那以后餐厅的水垢比较不会有蟑螂，这个过程的时候刹那呢，那一念之后又觉得自己很残忍，还好有一点稍微稳定的善根，但是可能现前的那一念也不尽然光明。回想起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到现在看到众生以三界之有情为所缘的时候，内心知道佛法殊胜啊，佛菩萨慈悲啊，他给我的教育改变了我的身，改变了我的心，改变了众生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的觉性提高，让我们的平等性一致，恒常而不变。这个是所缘大。第四叫平等大，远离怨亲等之分别心而普遍利乐一切有情。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平等，那就是心中有所偏好，心中有所偏好自然就是执着的一种，它是一种分别心。那佛菩萨他对于所有的众生等同看之，视之如佛，与自己一样，都值得尊重，都有佛性。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的身份，每个人的业报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佛性常住，这个觉性不灭的。所以当你能够用清净的平等心去尊重众生的时候，你的心中不会对任何人有所要求，那个要求是因为你有爱，你有一些情感，特别的关系，想要这个人特别好，所以你才会有这种关怀。那你如果去看到所有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你能够用同等平等心，这个时候他就没有怨跟亲了。菩萨在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不是在找众生过去的茬，你当如此，所以你现在不能够受到我的加倍，我不用帮助你，因为你罪该万死，你该死。菩萨佛菩萨不会这样，他看到众生苦的时候，他只单就于那个时刻去救度他的苦厄，他不会去计较他过去他是不是造作什么，因为所有因果自负啊。佛菩萨也不会去帮众生担你该担的因果啊。可是如果你在苦受的当时能够听闻佛菩萨的法布施，在苦受的当时能够借由财施有一个新的接触点，能够让你无畏远离这个苦厄，是不是你可能改变你生命罪恶或是说那种恶业的契机之一，你会得到改变。所以佛菩萨要把握的是所有众生的契机，而不是要等待你的业报中来落井下石。这就是平等大。为什么怨亲可以平等？
很多人会有个别的偏好，我喜欢这一群的人，我喜欢这个与我同等宗教概念的人，那这个人过去对我很坏，那这个人过去对我有恩，当这个时候你有报恩之心，你有责罚之意，你有不搭理的时候，你有特别殷勤的时候，这个都不叫大悲。那个在经文里面讲爱见悲，你的悲是有爱为基础，而内心产生的有知见，有爱为基础，又内心有一种分别的知见所产生出来选择性的悲，那是染着。所以这个大悲是去除这个的，这是在讲平等大。第五，上品大。上品大讲的是大悲为诸法中之最上品，更为其余各种悲心所不可比。这种不用再解释，我们刚刚透过其他的解释都已经了解这一点。所以佛菩萨可称之为大悲，在讲的是摩诃萨，甚至于讲十地的菩萨跟佛才具足这种慈悲，这种大悲。这里面呢，还给同学举出菩萨升起大悲心的十种缘由。那这个地方，同学回去自己读。最重点的是普遍平等，而没有特别对象。在所有一切里面，极清净，真实的清净。我们的悲，刚刚讲爱见悲跟大悲的差异，爱见悲。虽然你也很慈悲，这个慈悲是挑出来的，挑可慈悲的对象跟可你有内心的知见的差异，所以那个是有违法里面的，暂时的，它不能均等。那这里的大悲是极清净。那在慈悲在经文里面有提出，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举出有三种慈悲，有情缘之慈悲为小悲，法缘之慈悲为中悲，无缘之慈悲为大悲。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大悲，这样大家很清楚。那这个地方呢，还有谈到本愿，就是要这个文殊菩萨请佛说他的本愿，说诸佛名号的本愿。那这个本愿呢，在我们开堂的第一堂就有谈到发愿的动机，行愿它本身会产生的一个有为到无为的一个过程。那本愿之所以称为本愿，就是已经成了佛的这个佛，他当时回溯回去，他当时在菩萨位阶的时候，他在因地所发起的誓愿。而这个誓愿他并不是靠嘴发了就好，而是他是每一愿都是圆满他。圆满他，他功德圆满成佛。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因为因地发愿到得果，以果位来讲它叫本愿。可是佛在成就圆满之后，这个愿呢从不失去。如果说阿弥陀佛48愿已圆满，是不是现在还在度化我们？是不是还是怎么样，在果位的时候还是在行本愿？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成佛之后，那你在世间八相成道，世现成佛，是不是这个佛法还依然在指导我们？那我们真实需要佛菩萨为我们来解释解说，还有感应道交怎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本愿，诸佛菩萨都救度过所有的众生，都发过愿。那在这个本愿呢，列举出来也不过就是要给我们参考啦。这个本愿是不是我们的本愿？如果修行来讲，有的人拿佛的愿，最主要我们是要找他的给我的利益性，饶益我的地方，我使用佛他度化我的这个愿力的利益性来亲近，来往生到佛宣扬佛法的地方，这个是初初我们可以使用的，我们使用佛的愿让我能够进入到这样佛学院去学习。但什么时候我们才真的转凡夫
转凡为圣，而发起菩萨的愿力，自己本身有自己的本愿，而自己一愿一愿去完成，到最后自己才能成佛。所以这个佛性，佛我们有时的时候在经典里我们会有一点迷糊，什么叫成佛？一，佛性的起扬，就是每个人的清净觉性，这个常住佛性现前，这个叫成佛，这个是精神层次法身上面。那我们真的去行愿，真正圆满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还在这里持续不断的在十方这个愿力所在之处度化众生，给予众生报土，让众生来这里持续的开发发现他自己，这个是佛本身具足的功德，这是他愿力不灭。这个地方我们要懂，当我们亲近诸佛菩萨往生净土，我们修行的过程除了在这个地方纳受所有佛法，发现自己的清净法身以外，还要三身圆备，就是法身应化到报身圆满。所以菩萨在修行的时候有没有清净法身现前？有，有清净法身现前的时候就是觉性起扬，但是他觉性起扬对于自己来讲是无污染的状态。那有没有圆满所有一切该圆满的地方？可能就是要一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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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不同的这样去圆满，一愿一愿的行愿啊，就是要行愿。佛菩萨所发这本愿有多种，如一切菩萨悉发菩提心，以坚毅之弘誓救度众生，断除烦恼，累积德性，累积德恨，其余成就佛果，此称总愿。总愿大都是一致的，总愿都是一致。那我们来调查一下同学，这个总愿有没有在你的心中出现过？有没有出现过？发菩提心，那我要救度众生，断除烦恼，积功累德，其余成就佛果，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有，有出现的人，你三个都甘愿；没有出现的人，常常不甘愿。他就是不一样。你有出现什么逆境，你都甘愿，为什么？因为你深信因果，什么事你都愿意去付出，因为悉发菩提心，你不会真的受伤了，因为你坚毅，再难的你都愿意去做，积功累德。所以如果你有发这个总愿，大家都一致，生命再也没有多大的逆境了。没有多大的逆境，就是要跟不要啦，该跟不该啦。如果你真的发过愿的人，哪有不该，哪有不要，只是能力不够，做不圆满，安尼啊，差在这里啦，对不对？哪会什么多烦？太爱自己才会烦呢、啊。你不爱自己，你无我忘我，怎么会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为什么佛菩萨有本愿？我们这个总愿，连总就是一致性的概括性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回去要自己真的去了解，我学佛这么多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的态度是什么。如果这上面能够突破的话，真的，你看众生呢，四弘誓愿，这里有四弘誓愿二十大誓庄严等，这个是四弘誓愿，当然是统合大家都一样。那如果二十大愿啊，或者是说十二大愿，这叫别愿。每个人都会别愿，总愿有了，你方向不变，你的原则一致，理想就是这样子，它不会变。那么我别愿，我一个一个慢慢慢慢慢慢的成就，你就会真实的去做，
行善田愿海，你有多少愿，它如海一样，你要真的积功累的一步一步去做，它才能够去填去圆满的。那过程呢，分别在净佛国土发大愿，各于十方尽其国土，成就诸众生，或愿于秽土成佛，救度难化之众生，此等依诸菩萨各自之意乐所发之誓愿，称为别愿。也就是个人你的愿力的问题，你以后要在因为自己的愿力而成就一个这个报土，就一个佛国土来度化众生，这个都是愿力。有的人如果你总愿都没有，那你可能真的有别愿，其实这个别愿的现前还真的没无止境呢。有些时候那总愿，哎，这个内心啊，那个清净啊，方向明确。你只要有总愿的人啊，生命里不会碰到敌人啊。那个不是敌人，那是暂时彼此之间不够，这个管道不够通畅啊，没有双向交流。那人各有相应不相应，但是他心中不会把他看成是敌人，是不会的。那如果说别愿的话，你会根据你的愿力，那你就慢慢发，你只要发这个愿，你这辈子真的就会遇到这种人，你真的就会就是会碰到。比如说你发的愿是你要度脱什么样的众生，那你这个可能就是累生累劫没发过的，那这辈子这种众生你就会比较会碰得到，因为这是感召啊，这是相应的感召。可是这些众生现前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讨厌他，你知道那本来就是你的愿力，那本来就是你的愿力。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愿，自然你能力在这上面就会慢慢开发。愿力你要真的像佛菩萨一样大悲，他是三界均等的，修行里面戒定慧均等的，经律论都涉猎的，但一定要先有金砖啊，先有金砖，这是在讲菩萨了。啊，文殊菩萨啊，听到佛赞许他请法，于是呢，啊，这个地方文殊菩萨就马上回答丙四要闻。曼殊师利言：唯然愿说，我等要闻，也就是跟佛回答。佛说：你们要好好听啊，啊，仔细的思维啊，真实的道理。啊，文殊菩萨回答：是的，是的，啊，世尊啊，我们非常愿意听啊，那请说，请说。这个是续分，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续分到此为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说分假二，假二正说分的以一是体相，体相之下总标一正体。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此过时，勤伽沙等佛土有世界明镜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国且犯。这个时候世尊就要开始说，因为文殊师利请他说相法时期最相应的法门，那佛的教导我们如何来遵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要介绍东方的药师琉璃净土，所以他讲东方去此过时勤伽沙等佛土。东方是一个代表，它代表因地因位，就是我们如果是在相法的人，在相法的人你要修行的时候，你要从你的因地开始，那因位就是生命开始之处，我们就讲东开始，这在开堂第一堂就解释，不再解释。所以东方代表因位，也代表生命开始之处，如果说并不是真的说东西南北，那地球是圆的，哪里是东哪里是西，你站在北半球跟站在南半球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那总是我们以日出之处为东，
从东方你这样往前一直过去，过是勤且沙，勤且沙啊，也就是恒河的意思，恒河的沙，恒河的沙有多少呢？啊，恒河的沙很细，其量无法计算。那经典里凡是要解释很多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计算的时候，都用恒河沙一词来作为比喻。不要说恒河沙了，我们现在大甲溪的沙你都算不得了。那你北部的话，就淡水河的沙你也算不得。啊，高雄任何一条河，爱河你也没办法算。那这个恒河啊，在印度它是主宰他们整个生命运作的资源的一条大河，在恒河的两岸啊，就是最为土地肥沃，那人民生活能够安乐的地方。当时世尊也在恒河的这个两岸弘法，那这所以常常用恒河沙来比喻，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佛土啊，这有多少佛？如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土，一个佛土就有多大？一个佛土讲的是佛所住之处，他教化，他所教化的范围，这样就很大呢。我们现在来看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的地方有多大，当时印度到中国、西藏、日本、韩国，现在到欧洲、到美国，都是有佛法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有多大？有多大？而且有一佛还介绍给我们很多佛呢。有释迦牟尼佛，又介绍给我们阿弥陀佛，又介绍给我们药师佛，又介绍给我们阿处佛，又介绍我们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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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佛。那这里面呢，让我们去了解生命里面，真的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打开我们的心胸去看所有。过去有好多修行而成佛者，那我们就是在正在修行，未来要成佛的，肯不肯定这一点？敢肯定吧，如果不敢肯定就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呢，过去有那么多的佛，然后这个佛果有多远，当然这个距离都是一个譬喻，如果我们的心念不转，哪里都去不得。那在经典里面也讲啊，你过多远多远，其实是怎么样？佛性常住啊，如何成佛？如何与佛相应？并不在距离之间，是在心的距离，在心的杂染。那当然，这佛在讲的时候也是具象的表达，具象的表达也是讲到一个距离的问题。那一个佛果有多大？银河系？还是宇宙穹苍，那我可能到得了吗？都不用害怕，都不用害怕，有愿必成。